前翼颈椎操第一节，双手搓热之后揉捏颈部肌肉，持续十秒，可以起到舒缓的作用。第二节，头部向左倾斜90度，保持3秒钟，再向右倾斜90度，保持3秒钟，动作重复2遍。颈部尽量向前伸，做点头动作，持续3秒，再尽量向后仰头，停留3秒钟，动作重复2遍。第四节，双手抬起放在两侧肩部，掌心向下，两臂先向前旋转10次，再向后旋转10次。节，头部顺时针方向旋转360度，之后再沿逆时针方向旋转360度，动作重复3遍。